我夫人遗体在此，贺小姐若是不相信，亲自查看便是。贺小姐这是做什么？逝者为大，我周渊有愧于你，就让这镯子再次与你作伴吧。还等什么？埋。是。怎么还没醒？面色红润，呼吸均匀，按理说已无大碍。 看来真的元气大伤，也是半会儿醒不来了。那这药怎么办呢？他自己应该是喝不下去了。看来要本王亲自喂了。喂，大公鸡，你想干什么？完了完了，原来是这个喂法。你别过来。但要看看你能装多久。他来了，怎么办？以后做事。 切记三思而后行。你呀，还小，昨日我亲眼看你被埋入乱葬岗的时候，手都是抖的。想着万一殿下棋差一招，我就再也看不到你这么没心没肺的笑容了。让你担心了，相公。